大家好，说一说老胡啊。老胡呢，他居然在昨天发了一条微博，说约一老友周末吃饭啊。他说呢，他还阴着不敢出来。我愣住了，说原来啊，防疫真的还有一部分人呀，在继续啊。说同情那些仍躲在家里的这个阴险小人啊，阴险小人朋友们啦啊，就是这个阴，就是阴险嘛，对吧？阴他显示那个还是阴险的阴，但险呢是这个显阳性还是阴性的那个显，显示的显，那阴险小人，对吧？那个中文嘛，博大精深，你要直接看阴险小人是吧？还好，你一念阴险小人，对吧？阴险嘛，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负面词汇啊，已经上升到这个人格攻击了啊！也不知道老胡这怎么想的啊，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不体面啊！你说你好歹也是环球之前的主编总编，对吧？你还是有相应的这种行政职务啊级别的啊，你居然就公开在微博上这么嘲笑一部分人，我觉得非常不妥，是吧？就是虽然大家都理解，你看从这次春运之后啊，很多这些组织教派啊，就是老诅咒说春运回来就开始新冠爆发了，是吧？那帮人啊，他们冷嘲热讽，但是新冠回来之后呢，发现疫情啊也并没有像很多人猜想那样说大规模爆发。大家呢，我觉得已经逐步恢复到了正常生活啊。你说什么时候摘口罩呢？那不好说啊，不好说啊。你看今天吧，我去逛商场，整个商场人特别多啊。然后北京这儿周末呢还堵车啊，说明大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啊已经全面恢复了啊。并不是说春节期间大家如何如何啊。我今天去商场，那人也是人声鼎沸啊，摩肩接踵啊。其中呢，大概有个我觉得有个十分之一，对吧？在商场里走着呢，他不戴口罩，剩下人呢基本上还是为了自保吧啊，该戴还是戴，更多时候是求一个心理安慰啊。更何况他还有很多其他作用，比如说哎长得丑，对吧？然后我戴口罩就显得没那么丑了啊，呵呵，是吧？说明这个经济恢复的相当可以。那么这时候呢，还坚持说啊，我这个还想继续阴啊，我不想阳啊。你说这个怎么说呢？合理不合理？这个需求当然合理啊，但是说正常不正常，人家觉得就非常不正常啊。为什么呢？这分几类人啊，一部分人就是对自己的免疫系统啊什么的他不太放心，他觉得我就是不想得病啊，那这个当然也很正常啦，是吧？但是客观来说呢，还是很难做到的，对吧？你既然很难做到的话，那与其说你牺牲自己现阶段的各种生活质量啊什么的，你还不如就这个赶紧得完得了啊，一劳永逸也省事儿啊。当然了，你要说有人是这个，他就远程办公，吃喝拉撒全都通过这个快递啊，就能实现啊，当然更好啊，是吧？说明我们中国的人怎么说呢？这个人各有志吧，都愿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啊，我们当然是支持的，对吧？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他最终付出的这个代价还是自己，比如说你可能出去见朋友，对吧？见你亲戚父母啊，见你儿女，是吧？然后你要去工作，你可能就是单纯为了防疫一下，这个工作没了啊，什么什么这个亲戚疏远了啊，朋友这个不这个跟你掰了，是吧？那你说你犯得着吗？我觉得就有点啊本末倒置了。好吧，万事呢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假如说你只一次性付出代价，然后你就能一劳永逸的这个免疫新冠，我觉得其实你还应该试一试啊。但是我也理解，有人很多自媒体他还是这个基于过去的惯性，因为你看去年12月之前，那么多人说我要做这个防疫钉子户啊，然后呢为了这个以明心志啊，以明心志啊，买了一堆什么各种防疫家具，弄得好像他们这辈子不出门似的啊。结果你瞧他不该戴口罩该出去还是出去了吗？对吧？那你说像这类人，算个毛防疫钉子户啊，防疫钉子户你就别出门啊，大家待着，他也做不到啊。说白了吧，当时新冠政策要转变那会儿啊，这部分人他们为了继续去抓稳这个防疫爱好者这部分流量，毕竟这部分人呢过去他就是这个主流流量，对吧？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就是美国大选之后特朗普粉丝懂王粉丝嘛啊，懂王粉，然后那个不是跟拜登竞选不是输了吗？是吧？哎呦我靠，油管上那帮懂王的粉丝啊，尤其是这个华人里边这些自媒体啊，你说他们粉贼自媒体也好，说这个知人粉也好吧，反正哎呦可奇葩了啊，就是说我们懂王一定会胜的，对吧？就有点类似于说我们新冠政策要坚持清零啊，有这种感觉。然后等真的特朗普败选了啊，就是相当于咱们这边的这个新冠政策清零政策啊给终结了，对吧？开始躺平啊，开始集体免疫共存，是吧？政策已经转变了啊，董王已经不在这总统了。你说我跟你说，董王依旧是总统，他在什么什么计划着我们这个，对吧？占领国会山啊，什么这个我们在成立深层影子政府啊，我们这个绝对不能承认拜登是这个合法总统，他是窃取了总统宝座啊。董王和他的这些簇拥者们正在计划推翻拜登啊，睡王。就当时真的，你去看当时油管这那段时间呀、啊，前后那小半年，这种阴谋论啊甚嚣尘上啊，为是什么在坚持？就是过去的华人里边这些海外自媒体，他们的这些特朗普、董王粉丝，他们
们为了他们的基本盘，他们的流量，他们在继续，就看我依旧是啊，这个董王粉丝啊，我永远是董王粉丝啊。哪怕当时说完这话，现在过两年了，我再去看，他频道里已经一句话都不提特朗普了啊。但是，但是啊，最重要是他们在那个时刻啊，他们没有站出来啊，跟他的粉丝们很理性的说啊，大家已经要，大家都还是接受吧，这个特朗普呢已经不再是总统了，我们要接受拜登，对吧？他不能说啊，注意他的立场，他不能说，为什么？他的粉丝过去都是铁杆川粉啊，或者华人铁杆川粉，他们是不太能心理上接受的，哪怕他们知道你说是对的，一旦你说出来，他们先骂你啊，说你背叛了我们，对吧？你这个革命立场不坚定啊，他先把你喷一通，然后取关取关就取关了啊。对我来说，这些人不取关是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坚持说，我董王没有败选，对吧？就说一些你想听的。这封过去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评书里边什么奸佞小人，哎，皇帝想听啥你听啥，对吧？你他皇帝想听啥你说啥啊？哪怕说的话可能是这个蒙蔽这个皇帝眼睛，对吧？他依旧要说，为啥？那皇帝爱听嘛，对吧？你换位思考，就是皇帝就是什么？就皇帝就是这帮脑子比较蠢啊，爱听他们想听的话的。比如说以拒绝承认败选的董王粉丝，对吧？拒绝承认这个新冠清零政策已经彻底终结啊，变成这个躺平，对吧？群体免疫啊，这个政策的这帮人啊，其实都是一德行，你知道吧？他们就爱听骗他们的话啊，智商低啊，对吧？这喷完之后再翻过来说喷这个老胡啊，老胡这么说就不合适啊，不合适啊。你说他这些拒绝变羊的人里边有没有说这类人？可能也有啊，但是我觉得比例应该比较低。大多数人还是出于自己比较惜命啊这个角度，他可能觉得就是说啊，你们都那样了，对吧？那不行啊，我就扛不住，我不愿意读。但有人就是比较惜命啊。你像我之前这个相亲时候啊，相过一个那个反正就某一流吧，国内一流啊学府的这个医学院的一个女博士啊，他们全家反正都在北京这儿住啊，但不是北京人啊。然后呢，我就说你们家这个，他说是你就去年嘛，我说打疫苗了嘛，他说没打啊，我说一针都没打啊，他一针都没打，因为那会儿新冠啊，可能去年四五月份还有点厉害，就上海那会儿啊，但是北京还好吧啊，我就说为什么不打呀？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他就是不相信国内疫苗，你知道吗？你不像我，那个、国内的一针二针三针一出来，我马上就打了啊，就是我是觉得这玩意儿你早晚要打，对吧？我打了比不打好啊，尽管我的这个肺当时得了一些这个结节阴影吧啊，但是后来也好了。你说我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哪来的肺部阴影？这不搞笑吗？啊，对吧？所以当时一度怀疑啊，跟这个疫苗有关系。对疫苗的东西呢，他们搞医学的可能看到有些实验数据，觉得说，哎呀，可能有一定风险，我不打了啊，对吧？他们一不打，那你说现在一开放了，是不是？就哎呦，我都一直没打一二三针疫苗，那你说现在一开放了，是吧？这个灭活疫苗管用吗？要不然我还继续被动的这个拖吧，能拖就拖，人是这种惯性啊。他是有一种沉没成本的，什么沉没成本？就是说在一件事上呢，他投入的时间越多，他越不愿意去改变，他觉得哎呀，我都已经坚持干了，对吧？什么五年、十年、八年这种情况了，我为什么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承担风险呢？就好比说啊，你跟一人谈恋爱，对吧？谈了什么一年、三年、五年、十年，或者结婚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假如说哎，你另一半出轨了，把你绿了什么的，你说你会不会跟他离婚啊？可能你们俩就有孩子了啊。你说我有孩子了，我得保护我孩子呀，对吧？你的孩子啊之类的，就是那沉没成本啊，人家把你吃的死死的，把你拿捏了啊，你就不敢嘛，对吧？你就不敢离婚嘛？你觉得哎呦，我要离婚，我是不是要面临很多未知的社会压力？我的父母会不会伤心？我的孩子会不会伤心？对吧？就这些事儿啊，综合加起来，导致你觉得那我干脆不离婚了啊，然后那我就纵容了你的另一半出轨，给你戴绿帽啊，性质是一样的，这叫沉默成本。所以说，这很多人啊，他还是坚持清零，当防疫爱好者，或者老胡说的所谓阴险小人，本质上他就是他有可能担心的是沉默成本，他不愿意改变啊。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人毕竟不能胜天啊，早晚就是时间早晚，你只能多拖个半年、一年、两年都有可能，甚至十年都有可能，但你早晚会得一遍，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个病毒变异这么快，我觉得他已经很难从大自然中说自己排出去了啊，好吧。不过这个老胡啊，还是有点漏啊，看看网友评价啊，有人说笑死，那老胡想表达自己是什么啊？阳痿大人，就是他说阴险小人嘛，对吧？你看他说那阴阳，对吧？那个险痿啊，对吧？我不知道这个痿是怎么对仗的啊，好像不太合理。不过嘲讽老胡呢，倒也说得过去，对吧？阳痿大人嘛，阳痿嘛，谐音嘛，对吧？你是小人，我是大人，然后说哎，这老胡啊，永远有学习做人的能力，是啊，我这个老胡是很过分啊，我觉得该骂，活该，还有说这个老胡啊，说人家是明显不想搭理老胡，这姓胡的，只是找个理由呢，委婉的拒绝罢了。说姓胡的估计啊，也知道是这样，就是对方其实不想理自己嘛，对方居然这么不识抬举，拒绝了总编的邀请，于是心生怨恨啊，愤愤不平，对人啊恶语相加，极尽挖苦，把心胸狭窄和语言暴力啊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吧，但我觉得以老胡的政治觉悟，按说不应该，龙牙说，反正说这个老胡啊，说最热衷啊于剥夺他人自由的，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恰恰呢是骑墙派啊，说因其强，所以其本质价值在于裹挟，能够裹挟多少人呢？对于骑墙派来说啊，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能裹挟人的骑墙派就有价值，不能裹挟人的骑墙派啊，连一张用过的卫生纸都不如，大家都是聪明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的
啊，我觉得这个这胡说八道啊，就是首先啊，裹挟别人这个行为，我跟你说啊，哪儿都有啊，比如说左派，对吧？你说那个很多这个兔友啊，很多这个粉红啊，他们就是拿大石头跟你这个扣帽子压人，对吧？他们一定要把这个石头转对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的一些立场上去攻击别人。那你说网暴别人这个事儿啊，网暴别人这裹挟这个别人的事儿，你说老胡做过对不对？那你说像沈毅没做过吗？对吧？沈毅做过吧？沈毅司马南没做过吗？对吧？那司马南、沈毅这帮人是不是啊？你说他裹挟别人，裹挟的比别人少吗？一点也不少啊！打从沈毅的啊，还不如一匹小马懂事啊，是吧？那会儿站丁真啊，然后那个有人指责他，他还说人家啊，你哪学校的对不对？网暴别人是不是？对，他就让你害怕嘛，只要你害怕退缩了，才不敢跟他去杠嘛，去怼嘛，打击他的这种立场上的一些对手嘛，对吧？那这不要裹挟吗？那司马南对不对啊？搞一些捕风捉影的啊，或者说那个国家早就已经承认的，比如像那个联想、柳传志，对吧？那你说这个国家都已经默认了当时的这种改制，对不对？人不翻旧账，然后你开始翻旧账啊？不是说联想没问题，联想肯定有问题啊，但是国家都默认了，那最后国家罚了联想多少？罚了1000万，还罚了多少？我忘了，反正没罚多少钱，对吧？希望这是赶紧翻篇。那司马南对不对？自媒体哇一下说好多期联想啊，连他们柳家祖上什么建善堂这种啊，说他什么石鼓塔这种事都给你往上堆，根本不是柳家做的，就是真的假的，给你往起掺和。掺完之后呢，他想斜着啊，对他这些粉丝网民，对吧？煽动一波浪潮，对吧？倒逼啊，说重拳让利维坦把这个联想锤死，对不对？这叫不叫裹挟？那也叫裹挟嘛，裹挟舆论嘛啊。到了龙牙这儿就告诉说骑墙派裹挟啊。首先问老胡是不是骑墙派啊？还有什么是骑墙派？比如说有人说老朱我是骑墙派，我骑墙了吗？对吧？我只是对于每个具体事情对事儿不对人发表我的观点。那有些议题我支持这个，有些议题我支持那个。比如说俄乌战争，当时俄罗斯啊进攻乌克兰，你们可以翻我最早那一期，我说的很清楚，就是我认为俄罗斯有这个权利，对吧？防止北约东扩啊，甚至说啊有什么纳粹，对吧？有大义名分，你说去打呢也可以，对吧？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支持啊，你入侵别国领土啊。我立场什么时候完全转变的？就是你可能把人地给吞了啊！你乌东那四个地儿，你该吐人给人吐出来，对吧？人家地盘，对吧？侵略别人领土，我是不能容忍的。从那会儿我开始就正经说啊，我支持乌克兰啊，收复领土啊。那你说我这两个立场，在我看，至少在很多人看来，哎，你看你前好歹你也是名义上好歹是支持俄罗斯的，怎么后来你变成那个亲乌克兰了？我其实没有变啊，我其实没有变，对不对？针对每件事儿，我有每件事儿的观点，我不既不是说站在乌克兰那边，我也不站在俄罗斯这一边，我只是就事论事啊。那我这种就事论事的算不算骑墙，对吧？那有的人就认为算，为什么？你的立场在他看来是变来变去的啊。你要站俄罗斯，你就一直站俄罗斯；那俄罗斯内部搞大屠杀，你也抵站俄罗斯；你要站乌克兰，必须站乌克兰，哪怕乌克兰这边有各种贪污啊腐败，对吧？啊，说是甚至这种亚速营啊搞纳粹，那你也得站乌克兰啊。这就是只有立场啊，只有立场啊，压根就没有一种其他维度的价值判断，过于单一啊。我觉得这种对他们那单边，哎，我叫立场坚定啊，我这是左派或右派，我叫立场坚定啊，我们不是西洋派啊，你今天这个议题上你支持乌克兰，那个议题上你支持俄罗斯，你就是西洋派，我操。哎，真的啊，我觉得咱们能不能实事求是一点啊？都是又不是小学生，搞什么是非正义啊？我是正义善良的，我带我大天使挥着扬言剑，一刀斩了你的恶魔，这都大了，对不对？你搞什么这个当代十字军东征啊？我操，好吧，那你要真说骑墙派是不是？那当时我12月10几号之前，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咱们国家自己报纸说我们这个坚持动态清零啊，然后过了12月中旬之后，变成说错了，12月之前说那个就嘲讽西方长新冠什么什么的，巴拉巴拉说一堆，美国好像让新冠后遗症搞得快死了啊！12月10号没有任何证据显明啊，这个新冠存在后遗症，这也是同一份报纸说的，对不对？我今天我社区嘛还嘲讽了一个专家啊，这个曾光啊，专家曾光说啊，曾光称中国80%到90%人群已经自然感染后获得天然免疫，中国免疫屏障已基本建立啊，哇，这是咱专家啊。然后同样的新闻，对吧？这是2020年5月10号，2年前说群体免疫绝对错误，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国家成功过啊！你看这是咱们专家吧，对不对？这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啊，你叫对吧？都他妈一人说的啊！那你说你他妈两边话都让你丫说了啊？只是场景不同，这个时空不同，场景不同啊！说的话就这个纠结历史问题毫无意义。那你说这他妈叫不叫骑墙派？对吧？这叫不叫骑墙派啊？是吧？但问题是，他剥夺别人的自由了吗？他也没剥夺人家自由啊！所以你就是龙牙这种人呀、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臭狗屎，你知道臭狗屎啊？他就是你听看乍看特有道理啊，但其实呢狗屁逻辑不通，明白吗？啊，根本就经不起任何人解构啊！比如说老胡啊，很清楚自己定位，所以他热衷于干涉别人自由啊。老胡，你说真的干涉别人自由了吗？啊？老胡干涉谁自由了，对吧？老胡是唆使过别人去网暴一个学生，还是老胡去唆使他的这个粉丝去给某个企业施压力啊，让国家对他进行调查啊？对吧，老胡这些事确实办得不地道啊，确实阴阳怪气别人，但是他也并没有剥夺别人自由嘛，他也只是说啊，还有这种人，对吧？给你污名化，你
能说老胡对这类人进行了污名化，但他并没有剥夺这些被这些人的自由。当然了，污名化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应该被谴责的，这是为什么这期我喷老胡啊。但是老胡并没有剥夺别人自由，说干涉他人自由，对吧？当然你也可以就跟我这个抬杠了啊，就说哎，对别人污名化就是干涉他人自由啊，以后那干脆了，你不要互相骂了，对吧？是吧？咱俩这个意见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政见不一样啊，我不能喷你，为什么？一旦你喷我，你不能喷我，一旦你喷我，你就得剥夺我的自由啊，你就是要影响我啊，干涉我的自由，这个逻辑就无了敌了啊，就根本不合理啊。最后路亚啊，这傻帽说半天，幸好啊，某前主编啊，现在变成某前主编了，破防了。其真正的立场啊，不由自主的暴露了出来。这人自始至终啊，就是个反贼啊，铁杆反贼。通过揭竿而起的方式啊，或者通过颜色革命这种方式啊，或者通过墙头舞者这种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就是反贼啊。那怎么反贼了？我没看出来啊。你说半天说的是反贼了，那你的证据在哪儿？我们看他前面做了一个所谓思想实验啊，说他身份成谜什么的啊，你都不知道他真的想的是什么。你这小黑屋里啊，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啊？他真正立场是什么？对吧？我以为龙牙会说，哎，通过什么什么事儿，我知道了，老胡的真正立场啊。你前面刚把老胡喷了一通，说你之前老胡坚持清零啊，然后现在老胡又变成了支持集体躺平啊，支持群体免疫啊，对你得出什么东西来了？你说他是墙头草啊，墙头舞者啊，然后你现在直接就跟人说，你都不知道真正想的是什么，所以他是反贼啊，这个逻辑成立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所以他是反贼，这是这意思吗？我操，无了敌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曾光，刚才看见曾光对吧？教授啊，卫健委的这个相关高级专家。他前后打自己脸啊，他想的真正想什么你知道吗？那他是不是反贼啊？他跟他老胡一模一样啊，对不对啊？说哎呀，说这个老胡啊，是真正带路党啊，说比什么 Sir Yes Way 啊什么比强多了啊，说这个领任务发自内心替王师打前站，你看连王师都传上了，对不对？王师谁啊？美国吗？美军吗？对吧？怎么跟美军传上了？那老胡怎么替他们去带路了啊？怎么就比 Sir Yes Way 啊这种方式要更这个更带路啊？啊，没有给任何证据啊，对吧？有任何证据吗？啊，你的哪段话证明了你这段话的这个逻辑，对吧？写没写过申论？申论你得根据有现有材料，然后再去写你的论点是什么，然后你能支持你的论点的论据是什么，对吧？啊，这哥们现在好比说什么呀？给了一段申论材料啊，他自己说我有申论材料，我可以分析啊。然后呢，他说直接说一个论点，然后你说 OK， 那你的论点是这段申论材料里的哪部分？然后没有啊，找不着啊。但是你就看起来好像他就是好像是有论据的，但是你一看论据在哪里？你从这段申论里边你帮我找出来，没有，找不着啊。他直接奔过去了，好吧？从哪我都不知道他从哪怎么转到这个王师上岸这块了，莫名其妙嘛。哎，这龙牙真是臭狗屎啊，臭狗屎啊，我就臭不可闻啊，好吧。人家其实啊，老胡啊，只是根据总路线一起摇摆啊。假如说是在去年12月之前啊，我们还在宣传动态清零，那会儿说我要躺平，那老胡可能会怼躺平的人啊。只是那会儿老胡的大体立场跟龙牙啊这种货啊是他们一条裤子啊，所以龙牙可能喷的哎就是不敢太喷。但现在龙牙对他的粉丝，他多多少少还是要去支持这些防烟好者啊，所以老胡哎对吧？这会儿呢你喷防烟好者，哎我又可以喷你了啊。所以你看啊，这就跟过去党争他们是一码事啊，就是啊，中国人这么2000年啊，我觉得哎也不是中国人嘛，全世界都这样啊，就是2000年啊，人类历史2000年，好像看起来毫无长进啊，让人失望。行，今天新闻说到这里吧，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点小铃铛啊，谢谢大家。